微小的力量去对抗庞大的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就算我们输了我们都赢，是不是？普罗价值，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其实所谓国情教育都几好笑的一件事，因为如果你跟一些即外国人讲话爱国呢，其实真的会笑你戆居，因为其实你忠于国家这件事情呢，即应该是一件老讽的事情。你看今天啲人问梁振英将来下一次那个2017普选点啊，咁样，咁佢已经开始答到乱晒龙。大家虽然话我唔会话好热，因为其实肯攞个心出嚟抗争，咩好冲击到呢，都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情。但是有时你会觉得即个人主义呢是好多时候在社会运动上高最终都是会失败的。城市再论坛逢星期三晚10点，有严达明、星舌医生刘墉守护香港，继续发声。天下足球啦，咁而家都九月啦，其实欧洲嚟讲嘅转会季咧都删咗噶啦，大家有冇啲咩转会消息特别想讲，觉得系比较瞩目嘅咧？有个新嘅就系、是、有新主持入咗嚟，新嘅只不过即系嘉宾代替咗。嘉宾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系啊，但系 Tommy 就话系时候噶啦，而家去先，去郑总先，我哋跟住再接佢哋 ，OK？ 咁啊，转会消息咧就好多 ，Jackie 仔系时候发挥啦。最新的就有侯克和阿韋素就一共夾埋9000万就去了新尼特，即係而家呢啲數字好像聽到咧9000万好像9000蚊咁樣咯，即係太普通了，但係呢個真的太誇張。喂，仲要唔係啲咩超級聯賽喎？係啦，俄羅斯，但係嗱，俄羅斯有錢就大家都知嘅。因為始終新尼特咧係一個天然氣公司所擁有的，即係佢嘅大股東都係天然氣公司嚟嘅，所以咧點解會特別，即係佢就會特別有錢，有咁嘅財力去買呢啲咁嘅球員咯。但係都誇張嘅呢、這個數字，都真係唔係一個簡單數字。侯克、韋素兩個球員啦，一個就即係原本盛傳就話去英超啊，車路士啊，係啊，準備好登陸咗即係四大聯賽，但係最後都冇啦。嗱，韋素之前都係盛傳得好緊要，話去皇馬、去曼聯等等嘅地嘅球隊，但係而家呢一刻都係都幾出人意表咁去咗新尼特。其實我哋回想翻以前咧，都有好多咁嘅，即係以為佢會去四大聯賽，但係其實最後都係去咗新尼特嘅，就做咗一啲即係俄超聯賽嘅球員。呢啲都有啲唔明點解侯克會去俄超啦，因為佢之前話想提升自己，就會去英超或者西甲嘅。係啦，你即係可以點樣解釋咧？幫佢提升自己荷包，係呢個係最好嘅解釋，的確係錢作怪。是啱的，的確是錢作怪的，始終即係這個球員就在奧運完咗之後，很多人都覺得他即係有能力去四大聯賽準備的，咁啊，新尼迪呢個元素都幾令人意外。仲有冇其他即係轟動嘅轉會消息咧？仲有係揸住講，係呢個咩拉斯啦，車路士去弗蘭巴治啦。又多一個勁嘅人啦，弗蘭巴治。咁始終美利拉斯啦，喺即係其實佢走嘅原因，即係佢今次去弗蘭巴治嘅原因，亦都同佢上季點解由利物浦去車路士嘅原因一樣，因為始終中場簽得太多人嘅情況下，佢都冇乜上陣機會。即係其實佢走嘅情況差唔多，佢嗰兩場都冇正選。結果去到最後都是要走去費倫巴治，咁始終如果費倫巴治如果配合翻，即係佢作為一個 box to box 嘅攻擊中場嚟講，佢後面有菲律比美路喺度，其實都幾啱佢發揮嘅。咁啊，費倫巴治好似越嚟越勁咁啦，但係有冇喂嚟車路士好似艾斯又走咗啦，即係借咗去皇馬啦，而家又少埋費拉斯，係咪真係米基爾可以搞掂曬咧？咁呢、這個即係。都幾擔心而家，即係車路士嗰個人腳好似真係削弱咗少少。但佢而家都拉翻林柏特落去打防中咯。係嘛？係啊。你有咩想講？身為車路士球迷嘅，我覺得係可以嘅。可以咩先？可以咩？頂得住成條中場線嘅米基爾係搞得掂嘅。哦，米基爾搞得掂。好有信心喎。係米基爾搞得掂啲
係，我唔講啦。好啦，咁有冇其他嘅轉會消息可以講？雲特維爾由亞迪士去咗巴黎聖日耳門。呢、這個叫做傳咗好耐，四年合約。呢、這個即係雲特維爾傳咗走好耐，傳話走好耐，跟住話去曼聯噶嘛。祖雲達斯啊，祖雲達斯啊，一直都走啊，走唔到。拜仁亦都曾經傳過嘅，走極都走唔到，去到最後終於俾巴黎聖日耳門執埋佢翻嚟啦。哇！多人到不得了啊！而家巴黎聖日耳門可以話係絕對係啊，即係你去卡高斯華係啊，即係好強嘅喎。而家暫時觀感上，巴黎聖日耳門雖然咧而家即係開賽到而家暫時都未係好有說服力啊，巴黎聖日耳門俾到大家感覺，但係呢一隊會踢歐聯嘅球隊咧係值得令人期待嘅。咁啊，平時留意少可以發夾嗰啲咧，歐聯可以睇下佢啊。佢一早係有機會出線嘅，即係對於PSG 即係巴黎聖日耳門嚟講，仲有冇其他咧？馬竿去曼城。呢、這、一個係幾詬異嘅係嘛？冇錯，大家有人係覺得，唉，估到啦，估唔到，估你唔到佢有，因為始終誒馬鋼傳就傳咗好耐，一直以嚟都話傳佢去皇家馬德里跟摩連奴嘅，其實咁嗱，亦都始終佢摩連奴亦都即係跟過摩連奴，馬鋼跟過摩連奴，以為即係一路以嚟即係傳出嚟嘅消息都係，只不過你轉去曼城。其實都比較意外，同埋佢比較，其實佢一路以嚟嘅體能，我會覺得佢跌緊窩。再去到一個咁激烈嘅英超裏面，其實可唔可以仲可以生存到落去咧？即係好似咧，係2010年世界盃射完對北韓射完嗰腳之後咧，可以俾北韓廢咗武功咁噶嘛？之後就唔覺佢咁勁啊嘛！而家呢一刻，即係嗰腳係強，但係之後即係好似喺國際米蘭都唔係長期係好嘅好好嘅狀態。加上你而家睇翻曼城啦，嗱，曼城右閘嗱十巴列達啦，就算唔得阿里察士啦。你去到而家暫時有幾場咧？高路托尼、米納都會去試呢個位嘅。好啦，你而家再加多一個，哇！右閘即係多人到離譜。而家嗱，如果將薩巴利達嗱，佢又好中意薩巴利達嘅喎，麥先尼將佢放去左邊，喺左邊嗰兩個點算咧？嗱，高埃洛夫、基治，好啦，薩巴利達打中場啦，但中場而家又加咗幾個人入去。查維馬天尼係啦，查加西亞。可以點咧？即係你覺得薩巴利達可以點咧？即係而家呢一刻，曼城會唔會即係人滿得太緊要？唔係，咁佢嗱以米卡利塞斯嚟講，其實可以移翻去中堅，因為始終佢終於都放走咗史提芬沙域去咗佛倫天拿。咁正常嚟講，如果作為一個替補人選咧，米卡利塞斯可以移翻去中堅位置。咁變相空翻個右閘位置出嚟，即係繼續競爭啫。其實係啊，即係順便都帶埋另一個轉會消息啦，就係、是、沙域咧已經係去咗佛倫天拿噶啦。即係呢一個上季表現未係真係好令人覺得信心十足嘅球員啦。咩鑊嘅球員啦？喂，講開曼城，除咗頭先講啊馬竿之外，都仲有幾個比較都幾重要嘅球員過咗去喎，例如查維加西亞、賓菲加噶啦，另外有費倫天拿嘅拿斯達石啦。咁呢啲其實你都睇到佢都放好多。有個喎，你知唔知邊個咧？閃過閃過閃㗎。哦，前鋒。咁我頭先想講就係啲後防嘅球員，咁其實佢都入咗比較多嘅，即係喺最後一日轉會嗰度。咁啊。史個冼加亞咧，係即係好似觀感上又同曼城嗰個 one level 未去到嗰一隻咁樣，係勁啊！上年啲小人士，但係好似未去到曼城嗰個級數。呢一個球員去到究竟係正選定後備咧，淨係第二個加盟車路士嘅胡麗菲利斯嗰啲感覺咧，即係令人係有咁嘅懷疑喺度啦。即係我唔覺得佢真係可以。佢嘅加盟應該令到A Johnson 就。拜拜㗎啦，即係阿多莊信啦。阿多莊信已經唔係拜拜，亦都走咗啦，走咗去新特蘭啦，已經落埋場啦，離開咗即係曼城啦。咁啊，嗱而家啱啱阿允講個來自佛羅倫天拿嘅拿迪石啊，係嘛？呢一個球員就係喺佛羅倫天拿表現真係幾好㗎啦，我就幾欣賞佢嘅。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有得出咧？係一個疑問。反而幾奇怪就係點解曼城最後唔執翻個前鋒翻嚟咯？即係傷咗阿古魯之後，嗱，即迪石咧，其實喺費倫天拿亦都會擺正箭頭去用嘅。其實即係如果你話簽翻個位置相同嘅人，亦都不無道理。即係啱啱好嘅，其實如果即迪石嘅話，咁其實我亦都會覺得佢會為咗佢嚟緊嘅歐聯分開兩條戰線作賽。即其實有少少似 A 隊 B 隊咁樣，即英超隊加歐聯隊分開佢嚟打，即為咗要爭翻歐聯個成績翻嚟咯，始終係。始終佢歐聯都真係死亡得幾緊要嘅嗰組。之後講呢個我哋之後講啊。咁面仔啱啱講開話，點解曼城唔簽翻個前鋒？其實我諗冇乜前鋒想去曼城咯，因為多數打後備嘅其實你。魯蘭迪啊，咁係你即係嚟到曼城都即係冇機會踢正選，呢一個都係始終迪維斯嗰啲咁勁，但係迪斯高離曬譜喎，踢到又係。跌翻喎。迪斯高，哇！但係你睇迪斯高糟蹋嗰啲機會都係多㗎，其實都唔係真的。
係咁好嘅咋？迪斯高除咗曼城嘅，即係有人入曼城啦，有啲球員都離開咗曼城喎。離咗迪莊去 AC 啊。都估到佢會走㗎啦，呢個其實都估到會走㗎啦。自從簽咗積洛維之後，其實都預計到尼祖迪莊會走，跟住簽埋查維加西亞，更加加速咗呢單嘅轉會發生啦。佢去到 AC 亦都會，其實啱 AC 嘅阿力尼用嘅，其實都會主要佢阿力尼嘅要求嘅中場咧，其實都係最主要攻效率型難打。其實都差不多，其實 fit 翻落去佢嘅體系裡面咯。嚟咗迪莊終於清洗到啦，仲有冇其他？新納格魯斯喺曼城過咗去馬拉加啦，借嘅。呢個清亦都清唔到嘅一個人啦。上季去咗畢迪斯亦都唔錯嘅表現啦。咁馬拉加作為一個走咗好多個主力，而且佢今季嚟緊都要踢歐聯嘅情況下，借入呢啲有經驗嘅。前鋒新沙維奧拿，而亦都預計到你而家簽咗呢兩個，如果話你覺得名氣上，其實都係應該佢哋兩個作為一個正選前鋒咯。但係呢兩個球員，尤其沙維奧拿，其實你之前如果睇歐聯嘅賽事咧，都唔係賓菲加好重用嘅球員嚟㗎啦，即係都唔係嗰個狀態啊，或者佢嘅質素去翻以前嗰個水準，即係而家呢個沙維奧拿已經唔係兔仔嚟㗎啦，即係慢咗好多啦，跳得係冇曬電㗎啦，呢個電套，仲有冇其他？仲有冇其他？種消息啊！祖爾巴頓過馬賽借去馬賽咯。嚇！呢個嘅話，其實祖爾巴頓因為自從上次佢殺科戰嗰場打人之後啦，其實停咗好多場，跟住結果係直情褫奪咗佢嘅隊長臂章，咁啊直情送佢周亦都不無到，亦都咁講。QPR 嘅中場亦都補充咗唔少人嘅，亦都簽咗格尼魯翻嚟嘅。格尼魯好有效率啦。QPR 係你係估佢唔到噶嘛？佢喺轉會市場嗰個動作咧係幾踴躍啊！係好勇講啊！佢後仲有龍門，係龍門簽兩個嘅，佢唔係簽一個嘅。唔係咁佢簽咗祖利奧斯，但亦都會令到人哋覺得你做咩簽格尼翻嚟咧？格尼呢個情況你會諗起以前曼城咧，又係咁噶嘛？有租客喺度啦，都要好貴簽啊，基雲翻嚟打後備噶嘛？絕對有依個咁嘅感覺啦。係啊，但係已經有消息已經講咗噶啦，格連應該一月就走噶啦。係，但係真係好浪費咯，即係對於格連嚟講，即係點算咧？我專登嚟到 QPR， 你就買多個龍門頂替我個位置。而家暫時觀感就話係咪真係好蝦碌咧？又未係去到好蝦碌啦，即係格連都 OK 啦。仲未出事啊！即係 QPR 而家就我自己觀感就係入邊本身都。大家對大家的位置爭得很激烈，而且他們本身的球員是否很明顯是想做什麼呢？我都不覺得是的，即現在這一刻 QPR 我自己覺得就有點亂了的感覺了，整條防線或者進攻線呢沒有個結構在這裡。哇，上場球森莫拉離了譜的，他真的整天都一個中鋒啦，做中鋒他移了他右手邊拿球出來踢啊等等。格連魯其實好是好，但其實他中間斷籃次數很多，他一拿球人家一拍就甩的。這個球員明顯未適應了西甲，未適應了英超節奏。來自西甲的球員始終有這個弊病，因為他後面沒有一個人包他的球嘛，即是他踢4-4-2就是沒有一個人包他的球。 AJ 又是沒有狀態，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還要出 AJ 高峰而過啦，是的，真的有趣的這隊 QPR， 信他吧，他會降班的。哇，你還有沒有第二隊？還有雲特華治去了漢堡，這個有點不明白的，為什麼波亞斯會賣走兩個熱刺最勁嗰兩個靈魂人物就賣走曬，點都冇曬。嗱，如果你又點樣賣走佢，其實咧亦都有傳就話賣走佢之後，佢又想簽翻佢以前喺波圖裡面嘅核心祖奧莫天奴翻嚟嘅，亦都曾經有傳出過2200万欧元咧，亦都 bid accept 咗，但係最後係好似去到最後就冇咗件事，或者簽唔到佢翻嚟。其實我會覺得即亦都咁講，波亞斯係最想。是依建他的意念去建設一隊球出來，他不會因為你以前在那隊球的核心而去繼續重用你，情況正如上季的車路士一樣，他不用林柏特就不用林柏特，他是有自己那套很固執的那種人，但是漢堡簽他回來之後亦都是救命的了，其實因為他沒錯，因為看到你前線方面他沒有魄力，沒有古里路，很明顯已經是好明顯已經係進攻冇曬嘅 form 喺度，亦都要靠依個雲德華治翻嚟去建立翻，重新組織翻依一隊波。但同埋題外少少啦，
其實漢堡簽佢翻嚟咧，係借咗好多錢嘅，即係即係籌期籌翻。一定要借到真係。籌期籌翻。但係雲達華治側邊漢堡啲球員已經係金杯色比啦，已經唔係佢以前嗰啲啦。但係都即係幾令人即係都拗頭一樣嘢，係話一我就幫波亞斯諗咗噶啦。就喂，你車路士嘅時候咧，即係你一班林柏特他，你就係搞到我要走噶嘛。我就將班舊神清曬先，今次咁冇人可以令到我走啦。咁我覺得波亞斯自保咗幫自己。但係波亞斯會唔會未清即係清咗？之後分分鐘連自己清埋咧，而家表現係唔好噶，即近幾場波暫時你即係倒帽咁樣失噶嘛，即係入完第一球之後，第二球就係倒帽咁失翻翻嚟俾人哋。冇錯，而家暫時見到熱刺就係唔得嘅，暫時而家呢度熱刺都唔係波亞斯。講少少熱刺啦，咁啊嗰場波其實睇到熱刺領先之後，佢真係好保守，臨尾就換咗前鋒加強防守。其實後唔係話係啊，唔係話一定話錯，但係即係佢嗰個思想個思維已經喺到佢停留喺某個階段，同埋佢未執定㗎。其實咧睇到連龍同埋阿巴爾周圍走兩個，但係好似好勤力，但係都係冇咗個串連啊。所以我雲達華治嗰個角色其實可能真係幾重要。熱刺都入翻啲前鋒啦，丹普西啊，喺富咸過嚟啦。另外亦都係富咸都帶埋阿迪比利過嚟啦。咁都我諗都可以幫補即係填翻入波添。開啩。迪比利第一場係入波。係啦，迪比利或者丹比利啦，即係雙單啦一齊加盟咗熱刺。第一場有波入，但係都幾靠自己個人技術嘅，都未係真係組織係組織嘅，係隊形嘅入波。同埋丹普西咪有一出嘅，而家呢刻。咁啊，即管要再睇下啦。同埋即係熱刺又放咗啲人走啦，丹尼魯斯又過咗新特蘭啦，新特蘭都有啲變動喎。新特李察臣又去咗呢個富咸啦，係啦啊呢個係李察臣又係好耐啫，喺即係新特蘭都好耐嘅時間，去咗今年都幾多變動嘅富咸，即係富咸而家呢隊波咧，啱啱又輸咗場3-0，係就係值得留意一樣嘢，就係究竟佢哋係呢一班球員係即係有冇翻以前嗰只 feel 嗱，以前踢小屋咧，即係喺富咸主場咧，好緊迫嘅防守啊，或者係好快嘅進攻節奏咧，係以前嘅特點嚟嘅。但係以前都係冇作客㗎啦，得主場。我原本以為今年加咁多人入嚟就係想作客成績都提升啦，暫時就唔太覺啦呢件事，即係希望佢會再有變動。有冇其他嘅轉會消息想補充先？洛里斯係洛里斯去埋熱刺啦，去埋熱刺。咁始終費道都40多歲啦，咁亦都簽咁高美斯亦都不堪重用，簽個穩定嘅龍門亦都冇壞。因為始終咧洛里斯咧，其實佢即係雖然話佢冇乜壓場感，亦都冇乜領袖風範，但係佢作為一個龍門嚟講，呢幾年喺里昂嘅表現其實好平穩嘅，即係其實熱刺就需要依一類型嘅龍門，只不過就話究竟佢同阿費道會邊個會出先？亦都話洛里斯幾時會擔正做正選咧？就要睇下波亞斯點樣去諗啦。同埋就阿賓特拿啦，就喺祖雲達斯中堅賓係啊，祖雲達斯一齊嘅名宿都覺得唔好嘅情況底下，最後都係加盟咗祖雲達斯啦，即係泰基拿迪啊，外借係啦，即係外借啦，好多嘅名宿都走出嚟，直情就話呢個球員其實唔啱祖雲達斯踢㗎啦。但教練講到明係唔係正選嚟嘅，係啦，咁但係阿賓特拿都要走嘅，咁啊呢件事可以留意一下，可唔可以快快講埋其他嗰啲啊？有冇其他證啊？留證朴主榮啊？朴主榮外借去次達啦，一個冇機會出場嘅球員啦，咁走亦都應該啦。嗱，咁仲有最矚目，即係如果話我貴嘅最貴㗎啦，德甲最貴史上最貴轉會費4000萬歐元，查維馬天尼斯轉會去拜仁慕尼黑。佢其實依單轉會其實都幾曲折離奇嘅，因為咧就係話馬天尼斯。先叫馬天尼斯咧秘密體測咗先 ，OK 咗啦，跟住再揾拜仁慕尼黑嘅職員同查維馬天尼斯翻去西班牙足總，直接俾張4000萬歐元嘅支票俾佢，跟住交俾。喂，而家畢爾巴好似話要想告佢哋。私下協議。咁私下協議冇計嘅喎，你。4000萬歐元是正式違約金嚟嘅，咁你吹唔漲嘅喎。但係即係亦都咁講啦，出埋場添啦。即係走咗啦，咁你想點？即係你攞我啲嘢同我講聲，好過就咁搶咗佢。係啊，係呢個查維馬天尼斯，如果真係認真啲嚟講，你覺得對大家覺得對拜仁有冇幫助先？有幫助嘅，但係佢對於即係佢入邊嘅正選競爭方面好激烈。因為佢入到嚟嘅時候。
其實最直接影響嗰個係古斯達王，嗯，反而唔係舒韻斯迪格，因為佢始終佢會比舒韻斯迪格逗後少少去踢嘅。古斯達王亦都喺啱啱嗰場6比1大炒斯迪格嗰場咧，亦都表現得好好，嗯，基本上好似示威咁樣。但係我會認為首先犧牲嗰個係會係卻奧斯，嗯，因為卻奧斯喺前面嗰三個嘅情況下，佢基本上冇乜一個好必然正選位置，嗯。反而就話佢會唔會作為一個德國國家隊必，即係佢都會正選與後備，即係十二人裏面咧，嗯，其實會首先被放棄嗰，那個，被拜仁放棄嗰，那個，嗯，即係而家暫時觀感上面就係，是，馬天尼斯嚟到都應該咁個馬翻嚟都係正選噶啦，但係就我自己觀感就係，是，我自己覺得佢嚟到拜仁慕尼黑咧，佢就係一定嘅踢，即係從小組拍嗰個位嘅，即係佢似係呢一隻啦，同埋佢又可以搭好多一格打中堅嘅，即係尤其是對弱隊嘅時候啦，對強隊我仲有保留啊。對於佢打中堅，係對弱隊，我覺得佢都勉強可以接受。對弱隊都未必出到佢就踢中堅。係咁，而家呢一刻同埋拜仁都即係觀感上都幾流暢嘅，成件事都幾好睇。文迪蘇傑又好似好夾咁樣啦，咁，高美斯都值得擔心喎，啊。係噶，因為始終文迪蘇傑或者文素基治咧，佢，嘅作用會比高美斯有少少唔同嘅，就高美斯會比較中意喺禁區裏面捕捉機會嘅射手嚟嘅，嗯，即係佢其實佢做唔到好多嘢，佢就係識得去捉個機會去燙個波入網，嗯。但係文素基治唔同，文素基治係可以拉翻出嚟。嗯，引翻個空位出嚟，俾阿托馬斯梅拿直接切入去入射波嘅。咁，嗯，你亦都會見到點解依兩場依幾場波，托馬斯梅拿點解佢入波次數即係入波數量會多咗好多比上季，就係，是，因為文素基治嘅效用喺度，嗯。如果以而家嘅方即係嘅 form 出嚟嘅話，即係個踢法出嚟講，反而文素基治其實仲啱拜仁踢嘅，嗯，即係多過高美斯。嗯，我同意就係覺得用文素基治咧。放生個 TM， 上年成日都話 TM， 哇，好沉，好完全唔知踢咩喎，右邊又好似，但佢唔係搏喎，踢右邊又好，踢中間又好，都冇機會俾佢咁嘅觀感嘅。咁講啊，其實代翻去德國國家隊嚟講啊，佢，嗯，其實文素基治所謂嘅作用就等於高魯斯嘅作用，佢，嗯，可以拉翻空啲空位俾TM 殺翻入去，反而高美斯嘅存在其實間接塞死咗 TM 個位嘅。嗯，咁啊，而家呢隊白慕尼黑咧，開個頭開得好靚啊，就係即係觀感上就真係好似班巴 feel 啦。多蒙特又好似唱，好似說服力又唔係好夠啦。即係而家觀感上就係拜仁慕尼黑好似攞冠軍嘅機會咧，係值得睇高啲啲。以個買人個雄心，即係買人個野心嚟講，其實拜仁係好明顯係想搶翻個冠軍翻嚟嘅。都要啦，係時候，即係通常都係你一屆我一屆咁啊。比起上年多蒙特都攞埋，提又話差少少就係多蒙特其實都係今年都係有啲立㗎啦。去到由超級杯到而家呢一場，我覺得佢尤其是上一場啦，喺對住緬恩斯啊嘛，紐倫堡和局嘅時候咧。完全其實他們要真的要去攞翻個成個主動權嗰樣嘢咧，係同上年係有個分別喺度。少少其實都係差唔多，其實佢上季嘅開季其實都唔係咁好嘅，其實，嗯，但講翻嗰場波嚟為例啦，其實個正選陣容會變動咗少少。擅長製造空位嘅哥斯萊斯咧，其實就先放咗後備先嘅。正選就出咗佩利石，咁你見到佩利石咧，明顯佢會比較好似成班人擁咗埋喺中間，更加令到紐倫堡嗰種叫做好緊密嘅防守咧，發揮到好大嘅作用。咁，嗯，你亦都換埋古沙出嚟，其實製造到有啲機會啦，只不過就話對紐倫堡嘅防線亦都做唔到任何嘅威脅咯。馬高萊斯又另一個我想提出嘅就係馬高萊斯，其實如果你要去踢一個上年香煙仔嘅位，其實我覺得真係唔算好適合。呢個係我觀感，我覺得你寧願出阿舒爾巴，將阿馬高斯再騰前到一格。其實佢呢個球員咧，你要去做一啲好簡單嘅俾波，其實我覺得佢未係嗰只。唔係，其實我會覺得佢其實需要古沙，即係其實應該古沙同佢一齊出嘅。咁，其實兩個需要交叉走位咧，令到萊斯的位置生翻啲咧，其實會好啲嘅。其實，即係而家呢一個德甲咧，就我由轉會跳咗去德甲咧，呢個德甲咧就似係即係兩座豪門咧，真係爭啦，就唔似以前咧，真係有啲好出色嘅即係黑馬衝出嚟，有冇先？今年你覺得？史好一零四其實作為一個強隊嚟講，其實今年亦都借咗個人翻嚟啦，由巴塞羅那借入艾費利嘅，咁佢。如果他以位置上揼翻正嚟講咧，其實佢揼翻上季魯爾的位置會比較好啲，或者你中意嘅話，揾何志比踢翻呢個位置，佢擺去邊線位置其實何志比感覺上似啲嘅，即係如果魯爾嘅位置就埋門，即係何志比就
偏中間啲艾菲利就側邊好少少啦。係，我成日覺得佢係巴塞斯浪嚟噶嘛，艾菲利中意一攞住波就爆你噶啦嘛，完全唔啱嗰只踢法噶嘛。但係嗰陣時就巴塞執得好平嘅，啱啱就係約滿咁樣咧，就執翻去巴塞隆拿。咁啊，呢一次借翻去小黑零四咧，我覺得對佢本身嚟講係有好處，一件好事啦。太多新人啦，巴塞嗰邊，我哋。德甲講咗啦，最冇消息講咗啦。我哋去第三節嘅時候咧，我哋講埋歐聯，一陣見。